好，接下来吴思正议员。好，议长，我们议会还有市府的同仁，还有我们的市民，以及媒体同仁，还有我们的网友们，哦，这个今天啊，我其实相当的无辜啊，哦，因为跟市长啊很少这么接近过，因为我叫吴思正，你叫做吴兴市政，哦。我真的很无辜受害，哦，对你的监督，哦，从第一次总咨询就开始了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这样子口号制式是行不通的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别人都是笨蛋，用骗的，讲口号式的，现在台北市乱成这样子，都没有在进步，六都落到最后，这真的都是你的能力很差的结果。今天你第二任的第一次报告真的让我很失望，你应该是自己一向觉得自己记忆很好，哦，你对于自己的智商一向是挂在嘴上不得了，可是我觉得你记性并不好，因为我这个人很执着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你第一届要选市长的时候，你的竞选口号是八年你要盖五万户的公宅，好像你忘了哈，动作不记得，自己甚至还被刚选上的时候，第一届刚选上的时候还被记者拍到你在那边当选之后得意的狂笑，哈哈哈哈，我这个政见啊是做梦梦到的。那个时候我总咨询的时候就认为你这个态度实在是太糟糕了，市民相信你八年五万户，你说好的八年五万户呢，第一届一上任马上变成四年两万户，打对折都不到，现在第二任的呢动作不共，这样子的糊弄市民，当时有多少市民相信你这句话把票投给你，甚至第二次还是有很多年轻朋友们认为你会推动，结果呢你这个施政报告里面有没有再说八年，你现在做第二任八年的五万户呢？没啦，大家动作不记得啦，哦，我凊彩讲讲，我嘴面茫茫掉，你都卖动机。好，吴议员，时间到，请市长口头报告、书面报告哈。